亚马逊网游新世界再次烧掉玩家的高端显卡。 IT 之家10月3日消息，亚马逊的新网游新世界目前在 Steam 上非常火，不过该游戏在优化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。有多位国外玩家表示，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电脑出现风扇狂转、显卡温度狂飙的情况，甚至有玩家的高端显卡因此报废。 PC 装机站点 PowerPool 昨日在推特上写道，我们收到邮件说用户在运行新世界之后显卡彻底停止工作，这说明他们没玩过 beta 版，我们还以为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了。 IT 之家了解到，在七月新世界开启测试的时候，就有家反馈自己的 RTX 3090显卡被烧毁了，尤其是 EVGA 的 RTX 3090显卡。